我叫陆小璐，在我20岁这年，度过着没有理想的青春。都说工厂就是一个江湖，别说，这江湖水还挺深的。我让你见见师傅。阿姨，这些都是您的。这也太重口了吧！浓眉、卷发、血红色的嘴唇，还这么斜躺着。贵妃躺，要是两个腿岔开，这就是潘金莲躺。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主席过来，我拍谁？别动手啊！瞧。陆小璐，你等着。你搞不定他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太不像话了，这谁干的？游手好闲，吊儿郎当的，要逼你先站出来，我们电工班全体来审查。怕不是你？我们比比。陆小璐，实在不行就跟着我一块喊爸爸吧。兔崽子，你要了我半条命！好玩是不是？打人不打牙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暗恋我？啊？这是我初吻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。